每一次人家报告，每一个事情都去讲我的年龄啊，所以我还是自己先报告一下。我已经九十二岁，因为啊，我为什么讲？因为女孩子本来不喜欢讲年龄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人讲我七十岁，我说你现在那么年轻呢，不要放弃嘛，哈。现在我们要继续嘛。 有的人讲要退休，退就是后面退，要往前走，不要退了。对。因为我有一次差不多到65岁的时候，我也常常去大陆，去很多地方，跟天女去那个 Billy Graham 叫什么名字？Billy Graham，I said Billy， do you think I should retire？ 因为很多人退休，他说。 Doors. It's not in the Bible. 圣经没有讲 retire. 你怎么会啊？不要讲圣经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不要退休，我们要往前走，对不对？我关键要啊，因为我是英文老师，但是我最喜欢音乐。但是你们需要英文，我就讲英文哈。但是我们今天讲一点点英文，因为很多人讲我从前做这个。 我从前吹喇叭，我从前唱歌，现在不做我老了。那现在那个从前的事情不好。So we can have three things in English today. One of them is I used to. I used to. 那你我从前做了。I used to do this. See? 那就不好嘛。 You say I still do. I still do. 跟旁边的人讲 I still do. I still do. 但是最好是 I'm going to keep on. I'm going to keep on. Yeah, 我们要 keep on， 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耶稣的福音。他教我们在这个世界要做一个发光，要做见证。他没有说你要退休到天上，也不是退了啊，要是往上去啊，对不对？我盼望今天来的人，每一个人，我们以后在天上也会看到你。 但是最好就是耶稣真的那么爱我们，他给我们那么好的一个救恩，他就拯救我们。感谢主 ，because God saves us and loves us in Jesus' name. Amen. Amen. 今天天女还要唱一首歌吗？ 好。相信彭老师在他服侍的这岁月当中碰到很多的困难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 你说。
我一点不